好漂亮哦。Public，哦，这是水晶湾。Public，天天在这里跑来跑去，还不知道这叫是水晶湾呢。它是它那个公共的海滩，今天现在已经日落了，所以说没有什么人在这里。还可以赶到日落的这个，没，主要是天气太冷了。冬天嘛，对吧？啊，对。到夏天有密密麻麻的人呐，啊，不得了的人，啊，对呀，啊，挤满了人。这个海，你看，这个海山崖没有，这个山崖，这个别墅，对呀，啊，风景很漂亮。住的这个房子啊，哎，晚上可以听到海浪，好棒，哎，冲个浪过来，别人还不是一般的人，我住在这儿。Laguna Beach 的地界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Laguna Beach， 我们从新港 Newport Beach 现在已经到了什么 Laguna Beach 了，所以我们待会儿呢去 Laguna Beach 转一转，我们就回 Newport Beach， 我们去吃晚饭，在那个 Pelican Rusty Pelican， 今天又去吃我最爱吃的那个餐馆，每个餐馆，对对对，还有那个面包太好吃了，哎呦天哪，太美了，这是水晶湾社区，水晶湾 Crystal Cove， 离我们家几分钟，离我们家很近，就是它的水晶湾看出去就是太平洋海岸线，就是在海岸线旁边，然后看出去呢就是它社区是非常漂亮的，这里环境真的很好，水晶湾呢可以说是新港的就是五大最高档社区之一，它的风景特别漂亮，社区环境保护的也特别好，然后这里社区的配套设施也特别齐全啊，就是它这里有餐饮呀，那个什么服务啊，包括高档车行啊，像那个 Aston Martin 都在这边，所以这边的话是非常好的社区的。然后紧靠那个 Laguna Beach，Laguna Beach 再往南呢，就是到那个 Dana Point， 这一块一连下去都是海滨旅游城市。往南走，这三个城市都不错 ，Laguna Beach、Dana Point 和 Newport Beach 都是我很喜欢的城市，但是我个人还是最喜欢 Newport Beach。Dana Point 呢稍微太难了一点 ，Laguna Beach 呢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们中国人居住风格，因为它那个在山坡上，它那个怎么说呢？这个房子不是特别我们中国人喜欢的那种风格，比较小小窄窄的，屋顶也不高，而且太挤了，它也没有什么门卫社区啊，所以 Laguna Beach 真的不适合我们亚洲人在那边住。所以新港呢，还是可以说是亚洲人生活的首选。今天是我的生日，所以孩子带我去吃饭，吃晚饭。对，吃完饭了，哎，谢谢，真好玩呢。刚刚逛了一圈，开了车，在外面溜达了一圈。对对对，溜达了一圈，我们跑了，哎呀，跑了，这就是我们住的小区旁边啊。我们住的区就在新港，就在这一块，新港很漂亮。我们现在是 Fashion Island 去 shopping， 我们现在去那个好大的那个这个购物中心去买点，去看看转转，买点东西，买点东西，然后就去订。左边给大家介绍一下，左边是那个 Pelican Hill Resort， 就像那个五星级高尔夫球酒店，是啊，就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昨天就去那里按摩吧。对，他那个有 SPA， 我们去他的是他的那个像是什么叫不能说是洗浴中心，就是那什么理疗中心 SPA， 就在这个左边。我喜欢开快车，老妈在车里面的，我不敢开太快。我说我开跑，你看旁边还比我开得更快的，那也是法拉利，那也是法拉利，那辆法拉利开得也挺快的。你看我开法拉利，我妈说我开太快了，我还得减速。我妈说，那我开跑车干嘛？如果我开那么慢，像蜗牛一样，那我开跑车干嘛？算了，所以旁边那辆法拉利就从我旁边哗唰就过去了。我是不想跟他飙车了，要不然我妈会吓死。这里这个高档区好多法拉利，这个什么兰博基尼，好多这样的车啊，真是兰博基尼在这里的话特别多。对，基本上你在这边逛的话，你随时会看得到很多这种跑车。哇，吹得我头了。我们现在去 Fashion Island 逛逛，然后再去吃晚饭。这边的话，就看右上边就是 Pelican Ridge 那个社区。Pelican Ridge 要看吗？看不到，看不到啊！你怎么还
哦，对对对，是你现在是反了、那个。我是告诉他大概那个方位，然后再往前一点就是 Pelican Heights， 然后从 Pelican Heights 拐弯下去，在那个 Upper Coast Drive 的下面往上就往那个什么 Pelican Hill Resort 走的话，下面就有那个 Pelican Hill 还有 Pelican Crest 两个更大的更好的社区，所以这几个社区可以说是它最好的社区了。在这个地方每一个地方我都喜欢，好漂亮，真的好漂亮，每个地方都是小一点的社区。你看这个小一点的社区都是漂亮的很。我们现在在大西安人，这里开车这里守不住的。My theory is 啊，我最喜欢听的。好了吧，不会。传说中的 Fashion Island， Fashion Island 的这个圣诞树 Christmas Tree， 一年一度它都会把这个圣诞树架起来，好高大哟。然后这旁边呢就是 Bloomingdale， 我们刚刚从 Neiman Marcus 出来，老妈在等我，我刚刚从这里出来，订好明天在这里 shopping， 然后在这里吃饭的中餐，里面有个餐馆在三楼叫 Mariposa， 非常不错。我一般来这里购物的话，就会去他三楼餐馆里面吃饭。这里旁边还有早餐店，还有其他的 shopping， 很漂亮。这是可以说它的一个 center location， 白天可以带狗来这里逛街。我们现在呢在 Fashion Island， 刚才呢去了那个 Neiman Marcus， 我们现在在旁边的这个喷水池，看我后面的这个。这个喷水池没有，这个喷水池，这个喷水池呢非常漂亮。这个是，就是尔板公司的老板，这个是什么？从意大利运过来的石材建造的这个喷水池，所以它这个里面东西的话，建材都非常讲究的。它是从意大利运来的那个，就是这个按照原样从那里设计打造好了，从意大利运过来的，所以它非常非常讲究。有没有感觉像在 Las Vegas？ 吃的这个店，对，这我妈最爱吃的、最爱吃的餐馆。我给大家看，这叫做 Rusty Pelican， my mom's favorite restaurant。So today is her birthday， and so I'm taking her here to have dinner。Okay， mom， I'm following you。Okay， mom， slow down。这叫 Rusty Pelican， 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看起来很不起眼哈，它的设计就是这样的，设计的就是怎么感觉就像那种特别的那种特别的那种感觉，像什么就是那种非常低调的奢华海鲜店。海鲜店。对对对，海鲜店。OK， 我们进去。OK。怎么开？平常都是我跟我妈开门。你们看着开这个门的有点像什么？像那个有那个大船里面的那个船舱。Hi, I'm taping my mom. Today is her birthday, so I'm taping my mom for her birthday. Okay. We have reservation 6:45. Our reservation. What's the name? Cindy Chen under my name. Okay. So this is my mom's favorite restaurant.She likes the restaurant because she loves the garlic bread. She can eat two orders of garlic bread by herself. Oh, oh my gosh! Yes. No wonder you've lived that long. Must be your garlic bread. Must be garlic bread. 我说你每次你带你来这里，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吃到两个 order， 两条。
两条那个 garlic bread. She's very proud of that. Whoa. Very proud. Hi. Hi.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It's my mom's birthday today. I have taken her to all Italian restaurant or, you know, whatever restaurant has really the best, like, you know, garlic bread. She still thinks this is the best. Yep. You guys she have orders. The, you guys have the best. We're going to order two. Yay. Again. Yeah, good for you. Two order. Would you like are you to happy, have Mom? Yeah. Yeah, okay, Mom. We ready? Happy. Two orders. Ooh. Minimum two orders of garlic bread. Every time we come where here. Where did she get that energy? I have no idea. She's 70-some years. You're what? She's 70-some years old. Oh, can you tell? No, she's just excited about the she's garlic very, bread. She's this is very what garlic excited. Bread does to you. See, we got an outdoor sitting because today's my mom's special day. Come on, so, come here.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Happy birthday, Mom. Two garlic breads, not two, not two. One order, two. Yeah, two. That's we might, what 70 two. Something looks we might, like. We might need to take one to go. Good. Okay, yeah, yeah. Order yeah, some definitely garlic can. Bread. So can, three orders of you garlic bread. You can get it uncooked and then bake it at home. Oh, yes, great. Oh, she's really good at baking. Thank you. We got an outdoor bye. Sitting. Bye. Bye-bye. Enjoy your dinner, Skyler. 我们呢现在新港，这旁边呢就是它的游艇俱乐部，这是我妈最喜欢的餐馆，叫做 Rusty Pelican。你看到没有，外面都是游艇，然后这里还晚上的夜景特别漂亮。岛上。对，然后我妈的 birthday dinner tonight， 今天是她的 birthday， so we come here for her 柠檬水 ，for her garlic bread。我们来这里主要是给带老妈来吃什么？蒜蓉面包 garlic bread。我最爱吃，我一口就吃两份。太好吃了 yeah, for your birthday yeah so whatever you want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过生日今天他想点什么就点什么 right mom happy yeah, birthday 点最好吃的待会 garlic bread 出来了你我在看你狼吞虎咽的吃我先把它拍下来待会再拍我最爱吃这个小岛是很漂亮的海景、就是、海景这是个小岛里面那个 bay 在那个对、这个餐馆是很火爆的而且主要是我爱吃他这个餐馆的那个蒜蓉面包，蒜蓉面包 ，garlic bread。我们今天点了几份了吗？点了两份，因为一份怕你一个人搞得人家那个服务员都吓一跳，点两份啊！我说我太爱吃了，我经常平常就想吃，叫我女儿特意来买面包。对对对，哎。这个、OK， 哎呦，怎么办呢？我这么爱吃它这个面包，待会给别人看看是怎么样的 garlic bread， 这么好吃。OK， 我、哦、看不出的，吃到口里那个感觉，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入口即化，很松软， right？ 对对对。OK， 而且那个味道，哎呀，我在旧金山，他说那个面包店，那个餐馆很好吃，根本不能跟他比。啊，这个是太好吃了。OK， 待会出来了再给你。OK OK OK， 好 ，OK good。是吗？哎，我们现在已经是返老还童了。你看他现在吃东西，左手左右开弓，我还当跟他说你得注意一下这个什么用餐礼仪。然后我妈呢，现在吃饭已经像五岁小孩的习惯了，是拿着刀叉左右挥舞，吃的好香。现在吃的怎么样？好吃，好吃。我跟他选的是那个 ranch dressing， 就是色拉的那个 dressing， 给他选的是 ranch， 里面都是奶酪啊。我妈刚来美国的时候吃不习惯奶酪，现在呀没有奶酪吃吃不上那个 salad， 一定得要有那个 ranch dressing。ranch dressing 它是非常非常浓的那种非常 thick 的那个 salad dressing， 他现在只有吃这种奶酪的 dressing 才能吃 salad， 才能吃得特别香。啊，我吃的今天是一块鱼，然后呢几片虾，晚上不能吃太多了。人是没改变的，我现在特别喜欢吃奶酪。哎，我吃到奶酪啊，我走不动了。我妈现在特别爱吃奶酪，就是刚刚说的 garlic bread 里面也有奶酪，它是那个 parmesan 奶酪，就是说那种什么披萨饼经常用那种 parmesan cheese。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就是这个 garlic bread， garlic bread 呢，就是它是有那个 garlic， 就是那个蒜蓉，然后再加上 parmesan cheese 合在一起的。这个叫 garlic bread， 非常好吃。他做的这个什么？你看我妈，我们点了两份 order， 第四块了。这我妈已经吃了一份 order 已经跟她吃的差不多了。然后她呢吃这个 garlic bread 还加上什么呢？加上蟹肉汤。蟹肉汤，最爱吃的蟹肉汤，吃的已经差不多了。你看我们两份，我吃掉一份了。两份 garlic bread， 我妈已经吃的只剩下一份了，才刚刚开吃几分钟。
你可想而知他这个对这个咖喱饭特别喜欢。然后呢，我呢是什么？刚才给大家看了，我吃的是这个是，就是叫什么来着？我一下忘了，叫 clam chowder。就是我喜欢吃海鲜，这个海鲜汤呢是 clam chowder， 它就是那个海贝，应该是贝壳类之类的那个海鲜。然后呢，我比较喜欢吃 clam chowder。以前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呢，因为有这种罐头，所以经常在宿舍的时候呢就爱吃 clam chowder， 所以我吃的比较多。然后我妈呢就特别喜欢吃这个蟹糖，螃蟹蟹肉，然后再加上那个 garlic bread， 好好吃啊。老妈，今天给你点的什么呀？新鲜虾和沙拉。今天晚上不能不要吃太多了。我已经吃了四片garlic bread。garlic bread， 我已经吃饱了，我吃这个都感觉没味道了。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吃那个 salad， 然后再加那个 shrimp scampi。虾。嗯，虾很。然后我吃什么呢？你是吃鱼？我是吃鱼 sea bass， 再加上那个虾。哇，老妈，慢点吃。餐厅呢，送了老妈一块那个蛋糕，祝她生日快乐。妈妈在许愿呢。Happy birthday, mom! Hi. You can 可以吹蜡烛了。耶！许好愿了。Yeah. Okay. Now enjoy. Enjoy. Okay. 来。Okay. 这是餐馆送的。这是餐馆送的。啊，今天满生日嘛，他就送一个小蛋糕。哎，这是人家店里想的周到啊，谢谢。Happy birthday.Yeah, thank you. Yeah. Enjoy. Enjoy. Okay.